行，太嗨了！我放多秀一次，这经历了，这么跳嘛？这么跳嘛？你说怎么跳嘛？像秋叶落的悄无声息，他真的很喜欢你。像冬天的雪浸在心里，我就换个现代装吧。他真的很喜欢你，像狗很喜欢你。知否？可以，就跳个知否，然后就我换衣服了。所以他可以一直没脸没皮。他真的很想。应是绿肥红瘦，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消瘦，太高冰泪难懂。情书总把墨回首，无语随可透。勤劳的，我是没有应该两个字，我是，我就是，是他是他就是他，你们的朋友偶像对象。知道吗？也没有了，我还不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跳跳，这个跳跳。长得最好，抖胸啊！
力啊。走了，为什么呀？欢迎默默的小奶狗。花生过早的经我听过呀，为什么看见我跳舞就走啊？好姨姨，你们怎么都是来催眠的呀？有这么催眠吗？备胎粉，好久不见啊，小奶狗。备胎粉现在可以变成老公粉了，欢迎飘零，好吗？可以变成老公粉了，知道吗？大家打个卡哦。直播间有正牌吗？没有正牌，现在没有正牌，所以哪来的备胎？
打个卡吧，把三星过一下。老婆会查手机吗？这么正式啊？沾染了风霜，青铜镜上初见你模样，一朵珠花淡梳妆，千年寂寞为谁画中藏，笔墨挽留你的香，千金香你为谁倾城，十朝红尘梦一场，青石留寒石关，醉斜阳已阑干，回眸笑谁将落沙轻轻忘，曲终人已散，英雄
感谢我们威斯坦的两个续费，还有两个飞机，大齐，谢威斯坦，继续跳舞啊！白嫖哥还满意吗？谢谢啊，谢威斯坦。别睡了，别睡了，起来嗨，起来嗨！第一次跳这首歌，但是就还蛮好听的，我觉得还行吧。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好真实啊！谢谢我瑶瑶，感谢我瑶瑶的半卡，谢谢我瑶瑶的六张半卡，太真实了吧！瞌睡来了，你们困了吗？不是吧，你们来我这真的是催眠的吗？威斯坦是不是也困了？这么真实的吗？刚刚我感觉我跳得很菜，烂呢。我感觉我跳得很烂呢。啊！哇！感谢我白嫖哥的超火，吓死我了！我以为跳得很差呢。谢我白嫖哥的超火，霸气了！大家凑个人头啊，我们凑个人头啊！谢谢兄弟们，谢谢大家人头，谢谢我胖依依。哎呦，胖依依还没睡着呢，胖依依你还没睡着呢，我以为你已经睡着了。大家凑个人头，我们把四星先过一下啊。谢威斯坦，谢威斯坦续费，还有两个飞机，谢白嫖哥超火，谢谢。你们有什么想点的歌可以点哈？那我是要跟白嫖哥说晚安了吗？你是不是要睡觉了？他应该要睡觉了。不，有可能不是睡觉，但如果明天要搬砖早起的话，那就是睡觉了。周三了。我今天其实还练了笨那个舞的，我跟你说，但是这个衣服实在是不太适合。我今天把笨还有那个先练了一下笨，还有那个 Dream of You， 还有那个那个舞来着，叫什么来着？木耳，我都练了。啊，你要听吗，老师？你要听吗？唱的可能不是那么好，谢谢。他军是99000。胖依依，你还好吗？你睡着了吗？你也去睡了。好的，好的，威斯坦。那你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最近出差也是要注意安全啊，早期一定要注意安全。去哪里一定要戴好口罩。好的，明天晚上，我明天晚上可能10点左右直播。明天晚上要去上课。办卡可以听首歌吗？你想听什么歌？你点吧。对，首先要办牌子，好不好？我们首先要办牌子，好不好，兄弟们？是吧？我把这个美人关收藏了，然后这个歌我也会，多听一下的，听一下熟悉了，然后就好了，就可以跳了。其实我刚刚是想去换一件裙子的，下次吧，下次给你看那个我的时候再换吧。胖依依是挂在我直播间睡着了吗？这，欢迎青苔。要听什么歌可以办卡点呢？唱歌都没什么时间练呀，太难了。化身孤岛的鲸，谢谢小河马哥哥，欢迎我 Vesna， 不是睡觉去了吗？
哎，哦，没了。啊、我心有点痛，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扭蛋又没了。我们开了七个扭蛋，啥也没开出来，结果扭蛋没了，躺床上了。你快睡觉吧，你明天早上要早起，我起码两三点钟呢，复播第二天。不知道，没开出来好东西，那就没了，有点痛，有点痛。我们再随个麦啊，你要是不困的话，你就再陪我待一会儿。我们再随个麦啊，然后大家打卡的话，可以帮默默凑一凑我们的超级粉丝团，可以用飞机或者办卡或者666打卡，当然火箭的话是最好的，火箭最难凑了。我的心有点痛，我们随个麦啊。这个歌我可以跳炫带的，其实。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玩什么？你想玩什么？断水管吧，惩罚你说。那我们惩罚就失落做三个 S 蹲可以吗 ？Go go go！那你放歌吧，秀徒弟把他办卡。河马哥哥，我连完继续给你放好不好？不然我们会重音，可以吗？喜欢周深，周深的声音好美的。我放歌，小姐。哦，你放。温柔可爱，谢谢夸奖。OK 啊、哦。有九个大钱，对，大家可以先帮默默凑凑人头哈。大家不打卡的可以凑个人头哦。哦，有水瓶吗？有水瓶，我们可以稍微的上一上，稍微的上上。提款机，晚上好。这把完了，我去换衣服了吧？可以再跳跳，跳跳流行舞了。你是舞蹈区吗？嗯。看你很不像哎，好像嫁也很直接的。背景也是是吧，嗯嗯，我这个背景不像舞蹈区的背景。对，因为他们舞蹈区的背景几乎不会放可爱的，都会放性感的那种。哦，是吗？没说音乐区没有音乐区啊，音乐区就是颜值区。嗯，没有觉得皮卡丘很可爱呀、啊？又可爱吗？没事。提款机，我以为你溜了呢。破案了，破案了。错了，我就是。我们是那个舞蹈区的颜值主播，可以这么说，对吧？可以这么说。这是舞蹈区，是颜值舞蹈都必备的。确实，热死了，热死了，太难了。凯基哥，你有我的牌子吗？你送这个，如果你没有牌子的话，算亲密度吗？谢谢点赞。
好像这些应该是要有牌子才算吧。大家没有办卡的可以办个我们的粉丝牌哦。欢迎我家恋人，恋人你干嘛去了？今天晚上要打仙剑我。谢谢爸爸 ，Hello 爸爸，谢谢爸爸的丸子。来，小恋的血瓶。我们现在有在，这是推塔了吗？有人推个塔吗？啊，才开始啊，才开始、啊！感谢我恋人的两个飞机。欢迎默默，家里人的两个飞机。今天晚上有空的看我打游戏吗？昨天没打。欢迎野安，物尽其用。啥号码哥哥？我旁边，我这个家旁边本身之前是开了公司，现在公司好像垮了。垮了，现在好像变成了住宅了还是什么？我看昨天都还有人在加倍，嗯，对，他是那个三倍翻了三倍啊。早。有没有人救一下我呀？还搬砖吗？你这么晚还在加班吗？这么惨，这么可怜。没事，跟我一起加班，我也在加班。我也在加班呐。好多注销号呀。正常。我看我的房管后台也是好多注销号。对啊，我看了一下房管，而且好多不活跃，换风格了。我这叫换风格了吗？你，嗯，我这还有个122级的用户已注销。谢摄影师的棒棒哒和棒棒，现在有点稍微的有点饿了。Just let me know if it ain't worth it. I could put Magic Daddies on your own purpose. You can't go half on a baby on purpose. And then make back his clothes, all of that curtains purposely. Everything you need to be. 上次看我还是一年前。我没变呀，我就可能老了吧。能老了一点吧，我没变，就老了点。对，老了。是活人，但不知道他在不在。10号，今天13号了。我给这么多房管，我都不认识。13号了，10号我没播是吧？我看后台10号好多人都来了，10号我没播嘞。
啊？变胖了。好的，恋人。哦哦，对不起对不起，宝贝，我没看时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没看。我也在下房款，是吧？我也没看。有些他不活跃的确实可以下了。有点饿了，现在有点点饿了，稍微有一丢丢饿了。活跃了，我觉得可以下了哈。嗯。我们不惩罚了，我走了啊。好，拜拜拜拜拜拜。皮哦皮哦，换个衣服啊，换个长裤吧，换个长裤，然后换个短衣服，然后我们跳一波流行舞就打游戏了，可以吗？啊，我有一点饿了，有一点了，我晚上也没怎么吃，吃什么？未见过太多生灵，未有过滚烫心情，所以也未觉大洋正中。还是要有始有终啊，我们最好把这个游戏玩完，是不是？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饿了跳舞会头晕吗？还好。跳完再吃啊，吃了吃了跳，喝了想吃草莓了，我有我有草莓，吃了跳肯定不行啊，吃了跳不舒服的。晚安晨晨，快睡觉吧，一点钟了你还要上班吗？啊，真可怕，什么真可怕？你的指尖轻柔抚摸过我所有风浪冲冲出的丑陋窗口，你眼中有春与秋，生过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曾以为我肩头是那么的宽厚，足够撑起海底那座琼楼，而在你到来之后它显得如此清瘦，
跳的，等会儿给你们看视频就知道了。
Oh,
하루가 멀게시 들어가지 이틀 잃은 꽃처럼 그대를 잃어버린 난 그저 아프다 아프다는 말뿐이야 슬프다 나 혼자 오늘 밤도 울다 잠든다 술에 취해 뒤거는 내 모습을 싫잖아 싸우고 싶어도 싸울 수조차 없잖아 네가 없으니까 네가 없으니까 어디다 말할 것조차 없잖아 What's love without a flaw? If only I knew, would it have led me to you? Patience and communication, I'm still learning ours. Took a couple heartbreaks and some tears for me to grow. And now that I grew, just focusing, taking some time to escape, appreciating how they make wine from grapes. What is it about Cuban cigars? Is it the taste? Should go to France and cop vintage bottles by the case. I just had a discussion about some woman's philandering husband. She love him. Do marriages last anymore is the question. Cause I done went down the line with many women who fine. Gave them bags of Vuitton, peekable Fendi too. It's unspeakable things they do, sneaking with other dudes. Lost your sweetness, you be freaking. It's me that you accuse. Wow. And I'm getting too old for this, this is loneliness. Homebody needing someone to kiss and light the OG with. And to chill and listen to oldies with. And raw silk, cause that's just a cozy fit. I swear my life was getting stressful. It wasn't special till I met you. Take our time with this one. It wasn't special till I met you. I didn't know.
晚了还加糖，不一样。太晚了，胖子。有点深，看到没有？是不是？有点深哈，看起来。嗯嗯嗯。
爸爸要少吃糖。少吃点糖，不是，真的是草莓季。不过我打游戏了，要先待会先见。欢迎我威斯纳。不是吧，你睡不着了吗？是你但求知己同路行。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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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锅怎么办？我的锅有大补，这个有冬天的草莓。对错无凭借，那你点歌吗？为什么或者你想玩什么？反正我这个衣服这样确实不好看哎，你换个 T 恤吧，我去换个宽松的大 T 恤好不好？嗯？为什么吃草莓也会被扣分？不至于吧？这我饿了，晚上我没吃饭呢。吃草莓为什么会被扣分啊？主要看穿多少吃草莓，没毛病，是吧？这几个得空白让你吃了，来吧，替你吃。但这种深深的草莓也挺好吃的。琴声远见于君别。你明天几点的飞机啊？我起了十个草莓。那你不是六点钟就要起床，七点钟就要出发？啊，哇哦，感觉我做错事情了，怎么办呀？洗了，肯定洗了呀，肯定洗了呀，怎么办呀？七点出门，对呀，六点钟就要起床嘛，差不多吧，六点半，或者如果你收拾好了，就六点半起床。这个橘子看起来有点酸，嗯，还行，还行，没有特别特别酸。快到之前我也到不了，他去出差。欢迎三国晴天，欢迎超皇。我也熬不到七点啊。
爸爸熬到七点。吃完再连把麦吧，消化一下。嗯，我熬不到的瑶瑶。我熬不到，我不行。给我麦啊！水果也要消化呀。胡建的啊、哦、Hello 外面。嗯，我俩玩啥呢？好久不见，你想玩啥？好久不见，我也不知道呀、啊、你我们前蹲或扭腰跑步。前蹲吧，刚吃完跑不动。好，那罚啥？三个 S 蹲。行，欢迎瑶瑶1949。放歌吧。行。嗯，我来搞一个。哎，我吃饱了，吃吧。我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你是没有播吗？播了。嗯，一般这个时候就比较随缘呗，可能都没连麦了，主要是这个时候。嗯、哦，都没有连麦了是吧？要出去摆办卡，一般这个时候都快下播了，打游戏去了。有可能在唠嗑、啊。要出去买办卡，谢谢九哥大气、啊。大家可以用办卡打个卡，我们凑凑粉丝团哈。水果果糖多，哦，但是果糖，我觉得果糖没什么吧，我挺喜欢吃水果的，而且像橘子、橙子这种东西，不是维 C 还挺多的嘛，维 C 不是对身体好？草莓也是吧？没有没有，随便唠唠，要不知道跟你说啥呀？你慌啥呀？我还能打劫你啊？我一个女孩子，要打劫也是你打劫我呀。谢谢叔叔的办卡。要打劫你是也是你打劫我呀，我还能打劫你啊？感谢叔叔的办卡。对，肯定比烧烤健康。人家我猜猜的丸子，我失量了呀！我失量了，我没有吃很多。我没有别的意思，狗子，我是因为，哎，我也不会聊啊，不知道该聊啥，就随便问一问，唠唠嗑。我跟谁唠嗑都是问这些问题，你问大家，就是说正常的一个对吧？认识新认识那叫什么？哦，对你别多想，我没有什么意思，没有，我不能那不能那个什么，对，尬聊主播就很尬。有办卡小礼物的时候删你，就很尬。那怎么办嘛？的人心，我就人心。哪有那么多心思？行，你别多想就行，随便聊聊，随便问的。欢迎黑粉头子，欢迎瑶瑶，感谢瑶的办卡。他们那么严实，不用遮吧？假装遮一下不行吗？我不爱那个啥了，
不要把镜头还拿起来。我感觉我他妈好像是多动症，我操！我还拿起来，站着站着。哦，看到了，跟我的可乐有点像。说你没料不会介意吧？不介意倒是不介意，但是你不要说出来呀。啊，是吗？好像你这么说，胖子嘛，蓝胖子都这样。欢迎思聪吗？对，蓝猫就应该会比较容易长胖一点，蓝胖子。欢迎星星。多多少少有点扎心吧。我的锅，没事，我原谅你了。办张卡，卡个牌子，我就原谅你了。卡个房管，我就原谅你了。然后我们还是好兄弟。谢谢爸爸的一双棒，谢谢我要的飞机。让我坐下吗？嗯，坐下吧。等会换个放，哎，我发现我这个头发不太适合穿这种有领子的衣服。会被这样，会被搞起来，怎么样？欢迎王涵，这个长头发比较适合。短头发好像不太适合。欢迎二狗子。标题啥意思？就是新主播呀。谢拉克，谢我们赞。逍遥的飞机。是啊，是的呀，狗子哥。现在可是花束。没有没有没有，号是买来的。刚看完视频，那都是去年的视频了吧？这白色乎这么长？现在只能看视频够活了。哎呀，不会的，还不至于不记得吗？你看过我呀？我看你前面有金鲨鱼的标志，你应该你没看多久的鱼吧？宝贝，我们休息吧，艾米。好的，谢谢，辛苦了。欢迎，谢谢用户。太难了呀，打卡呀，最近都吃土了，还要还房贷。啊，你是老水友，那你这是新号吗？你不要刷了，怎么都看我老早了？不要揭穿我行不行？看看聊聊天就好了。我就是一个新主播，但是真的还比较新。完了，他也那起码你看斗鱼也快五年了。不再有人收个卡，谢谢微笑，谢谢莱特，有人打个卡办个牌子收个塔吗？大气大气，你要是那个什么生活比较重要啊，就是五年了，起码四五年了，你起码看了四年多是有的，对吧？唠唠嗑啥的，没事的，生活中比较重要，你生活的问题肯定要因为你要说你刚看我很新的时候，那就是。
接近五年了，我最好数，也让我最好数。刚看我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那你俩时期应该差不多，毕业都五年了。怎么样？看了三年了，时间就这样不经意悄悄悄悄的过去了。那太难解决了。瑶瑶也是，我刚开始直播时就看我了。如果对吧，就是如果说就比较宽裕，或者是就是怪智能。我现在那个时候，我们有能力可以支持一下。我去换个衣服。如果要是那个什么的话，那还是以自己对吧，生活比较重要的。中间念书去了。条件还不好啊，杭州买房，杭州房中间工作去了。杭州房价贵了，你知道吧？小米买不起，去世了。小米买不起，谢谢二狗子办卡，醉了，真的好的。二狗上对面打我去了。二狗是人吗？二狗。那是人干的事儿吗？唠了一晚上跟我。他没有打你。是人干的事儿吗？你说。深圳贵啊，没深圳贵。你是在深圳呢？你在深圳呢？走了，阿米。嗯，拜拜拜拜拜。搬砖去了，你们等一下，我去换个衣服，要点医药费噻。这怎么要嘛？这个直播间不可能出现的，你失望也没有用，这个直播间是不可能出现黑丝吊带的，知道吧？永远，可能偶尔会出现一次，仅仅是那一次而已。嗯，叫我干嘛？对对对，不进游戏吗？打不开吗？这么还没打完的吗？羡慕，别羡慕了，已经无了。天河学的雷跟火是吧？Yes, yes.
们刚到妖界。这是哪个房间呀、啊？这不会又是我？我好像装备已经买过了，我记得。我重新存了档的，他只是对我重存我买了的。我当时是独档了，然后我后来又买了。啊？哎呀，他为什么用不了啊？紫英才53级吗？好吧，你没有记错呀。什么意思啊？这是怎么下去啊？我们要走下去。当时是这样子的，然后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卡壳的地方，然后卡在那儿了，知道吧？你说像现在我都不敢、啊，当时就像类似于像这种地方卡在那儿，根本就走不动，完全动都动不了。爱的恋人了，恋人的头像是吗？至尊宝，谢谢海粉投色。瑶瑶，你要是困了，你就跟我说，你就去睡觉好不好？如果你要是熬不住了。你玩过仙剑吗？房间没东西、啊，但是他在加班呢。他说杂货铺，知道像一条狗的那一段吗？只能做一个，材料不够的，看来。好多东西啊，我跟你们说的东西太多了。
么还穿着易云甲呀？谁穿的易云甲呀？又没材料了。网瘾少女，我没有，我不都是在那个什么之后才那个啥的吗？说我其实。大家叫我有始有终，是不是？我们要有始有终，不然我也不打游戏啊。不然我打游戏干嘛呢？这都已经到这儿了，我们都已经到这儿了，也打不了多久了。还有多久结束啊？我这个游戏。应该快了吧。找这个时间玩的正好。那儿是下去的地方，应该这边还有房子可以进去。至尊宝来了，没卡了，没卡了。哼，金丝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哦，这边是药店。去一趟吧。没卡了，我都没去那儿。有委托。啊？到后面卖的东西都是这些了。其实也还好，其实没有游戏环节也没事儿。但是这个游戏我们得把它结束，是不是？这下去吗？我走错了吗？它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吗？是下面吗？难道就是这儿？轩辕剑吗？可以，也可以安排。我到月神殿来干嘛呢？锻炼我的智力，我智商不足。哎，没有啊，不是让我去月神殿是吗？行，底层，我的妈呀，我以为这是什么呢？我以为到了呢。250啊。
怎么房间里啥东西都没有啊？那我就不进去。这又是什么地方啊？直播，对呀，那不然呢？到了吧？感觉我有点挡界面，等一下。等一下啊。灵儿，你说的朋友便是这几人。是幻冥界的主人。我开个中风了，有点冷。岂有此理！跳舞就冷了。娘，离儿，你愿意回到我族，我十分高兴。但想不到你竟把人都带进了幻冥宫。娘，他们是我的朋友，不是敌人。不是敌人，莫非我看错了？那个穿蓝衣背剑侠的不是昆仑琼华派的人？他与其他人不一样的。离儿，我确实很感激当年救了你的那个人，他将你送给可靠之人抚养，帝女翡翠更赠你宝物帝女翡翠以掩盖身上妖气，没有他我们母女又何来日后重逢？但是人终究是人，你要与人为伍。不是的，我们真的是把梦离当做好朋友，才不在乎他的事。我跳舞结束了，今天。那你们倒是说来听听，区区三个人，便敢胆大包天闯入此地，到底是为了什么？莫非仗着梦离是幻冥界少主，就以为能得到他的庇护？我们不知道梦离是什么少主，来这里。也只不过因为他忽然离开，我们担心他遇到危险，现在看他没事也就放心了。云公子，你们如何穿过入口结界的？自从19年前被那些可憎之人攻到幻冥宫前，我便立下决心，妖界若能不亡，我们去了鬼界。鬼界取了一种叫一影之的东西，听说只要有了它，天底下大多数地方都能随便来去。哦，那可真不简单。既然诸位为我女儿煞费苦心，只是担心她的安危，那眼见他平安无事，就请回吧。娘，如何？你舍不得吗？是舍不得他们全部，还是舍不得其中哪一个呢？
女儿想带他们去李焕民宫，让他们知晓当年之事。放肆！李焕民宫为妖界重地，连本族也很少入内，你要带三个外人前去。你翻皮草的是不喜欢这个女的。云公子的爹就是当年救了我的云叔。你说他吗？哦，他竟是那人的孩子。幻明昆仑之战，云公子一定也是满腹疑惑。是爹，以前的事。穿皮草的是不是喜欢这个女的？哦哦，对，是这个女生喜欢这个男生，这个男生两个都喜欢，他不知道什么是喜欢。我族向来恩怨分明。好吧，离儿，看在他爹对我们母女有恩的份上，我便依你一次。但这几人若有不轨之心，我定不饶恕。谢谢娘。若想好要进李焕民宫了，便来告诉我，我送你们前去。大人，渣男，他有两个老婆，怕是不宜再施展法术。无妨，我自有分寸。是。梦离，你要带我们去哪里？是一个可以重现梦境的地方。我想，你们看，与琼华派相关。子英，我知道你对妖的厌恶，去了李焕民宫，我会告诉你们一些当年往事。或许你会明白，我们并不是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凶残，一定要吃人伤人。但妖与人相争，是的，雅雅，人力多半微小不可及，只能任由宰割。是的，这却是不争的事实。他叫林莎，红衣服的，紫衣服的叫梦蝶。可是人的相争之心，却比任何东西都要可怕。相争之心。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和梦离去李焕民宫吧。梦离一定有他的道理的，绝不会随随便便这样讲。对呀、啊，要是妖真的不好，卑贱的肯定没有啊，卑贱的是好伙伴。可是他娘，我喜欢卑贱的，我喜欢小姐姐。他还谢谢我爹救了梦离呢。呵呵。我明白了，梦离，请你把当年往事原原本本的告诉我，我要弄清楚。还有，我们是绿色直播间呀，小紫音不帅吗？谢谢。你愿意这么说，我已经很开心，很开心了。这下面要打怪吗？我们还是说直接去找他妈呀？我给他装备上。啊，等级太低了。我没给柳梦璃做装备吗？难上加难。不给他做琴吗？够，才53级。哼，迎难而送。都准备好了。梦影雾花，尽是虚空。因心想念动，方万物有生。
那些是什么？好漂亮。那是许多人的梦。梦？幻冥界。这个是好早之前的游戏。我们能够往来于梦中，以吞吃人的梦境为食。这样讲的话，梦里你也是。不过魔并不会伤害到人，也不会轻易窥视别人的梦境。若遭到吞食的是恶梦，反而与人有益。但是这是当时的巅峰之作，竟然要靠食人之梦而活，那也没差吧，人不也要吃猪吃熊？对不起，在妖界之中你们一定感到很不自在吧，不单人会排出异己，妖也会排出异己。我娘她很讨厌人。这没什么，是人先来玩过吧。你娘要是喜欢人，那才古怪呢。你们，亲眼看见你们出现在幻冥界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为什么要冒这样大的危险闯进？没玩过呀。万一出了什么事，我永远都不还可以的这个游戏。梦离，你生气了？你突然跑进妖界，这急，我很担心你。如果不闯进来看看，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我们今天三点钟，我才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打个哈欠。没想到你是什么少主，其实也不用担心什么的。不是的，云公子，你们能来，梦离真的好开心。这个毯子还是有点冷。只是，你们为了能进幻冥界，四方奔走，甚至还去了鬼界，每个人都瘦了，脸上都是风尘仆仆的。而且娘很讨厌人，我不能与你们太过亲近。好的，九千，你睡了。若是她心中不悦，我不知道能不能保护你们。好梦离，你别难过，其实就像你娘说的，只不过我们还想问问你什么。现在琼华派和幻冥界还没有短兵相接，我和天河紫英都不愿意见到双方杀个你死我活。道友刘父啊，要是有办法让幻冥界脱离双剑的束缚，是不是就可以免去这场大战呢？十一年，你说的没有错。为什么？因为我族在十九年前的大战中遭受巨创，琼华派也绝不会就此罢手。真正想要的东西，双剑往赴此地不是为了直接引取灵力？不错，可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道友留步啊。幻冥界被缚住之后，琼华派的确能够通过双剑引取灵力，但那只是幻冥界灵力的一小部分。哦，我族真正的力量来源是，乃是此地。我知道魔兽。哦，你是说琼华派的人想抢这些有灵力的石头？我族虽石梦为生，但在千年以前也只是灵力十分寻常的养。自从偶然发现了这处奇地，其间灵力充盈，尤其是这些紫晶石，令族人的修为突飞猛进。而族长通过紫晶石的力量，才能令整个幻冥界隐去，避过许多无谓的灾祸。如此说来，是双剑之力令此地现形。对，琼华派为了一切都是从琼华派发现了幻冥界开始。他们虽不知紫晶石十九年前，幻冥界的入口并无捷径。琼华派攻入之后，终于发现了紫晶石的秘密，也夺去了。晓得了，琼华派是坏人。如今，他们又怎会罢手？看过这些梦境以后，当年之事，你们会更加清楚。把这个剧来吧，
这个剧情把我看睡着了。我带你们进到几个梦里，把自己当成旁观者，心念放松几个。你们二人既是由我亲自教的，切不可懒。是，师父。是，师父。入门之初，大段剧情到，还有剧情可以下班了。最为重要，把我昨日教授你们的。是。哎，第三重境，那要练到哪天啊？我说师兄。你我入门两天，吃睡都在一起，好歹也有过同床共枕之意。可你跟我说话的次数，连师师兄，你倒是说句话呀！如你这般性情浮躁，说不定几天之……哎，师兄，你去哪里啊？练功，找个清静之地。十天心挺好的呀。想师弟，自己一个人偷偷努力，不行，我也要加油，不然和师兄实力相差太远，岂不要被师父念死？师兄也真是把人看扁了，居然说我受不了练功之苦，怎么可能？啊、就努力练功，跟你玩玩。哎，都练了两个多月。还没到师父说的第三重境，他老人家是不是存心整我？胡闹，自己不够努力，却怪到师父头上。是是是，你和素瑶师姐、玄振师兄都是一板一眼的人，就我怎么犯错？我看你待在私房谷，却是很快活。私房谷好啊，少了一堆训斥唠叨。不过，这个剧情真的要把我看困了。两位师兄，这是他妈妈。哟，是素汐师妹。啊，不对，素汐又是谁啊？这位是刚入门的素玉师妹，也已被掌门师伯收入门下。但这几日掌门师伯另有要事忙碌，玄振师兄和素瑶师姐又都不在门派中。素玉，这便是我说过的玄。素玉是现在的掌门吗？玄霄师兄，天青师兄。这个素玉是谁呀？哇，你长这么漂亮也来修仙，岂不可惜了？他媳妇儿吗？天青，休得胡言乱语。容貌美丑，皆是皮下。他媳妇儿。表象生色。哦哦，他媳妇儿。又有什么分别？哎，你年纪轻轻便看这么透，岂不是一点也不好玩了？天青。好，我不说。还是师兄懂得怜香惜。哎。我真的不说了，别瞪我呀。素玉，这两位师兄就是这样的，不过他们人都很好。能这么说的都是哪一年？知道了。确实啊，不过是一副皮囊。玄霄，素玉，我今日命你二人前来，乃是有一件关乎本派的大事要交托。便由你来说吧。你们都已知道，昆仑珠峰之巅有天光投下的地方，便是传说中的通仙之途。若能通过，则可白日飞升成仙。只是那名气充沛，所以她嫁了呀，绝非一人之力能够靠近。无派修仙虽日积月累，勤奋不懈，可惜成效甚微。直至第二十代掌门道印真人，这位绝世之才的先辈，
悟出以人养剑，万物分阴阳，而阴阳生万物。若能修炼一对雌雄双剑，以巨大灵力形成剑柱，直冲云霄，至昆仑山上天光投下处，则门派中诸人皆可抛却肉体凡胎。自那以后，这种性格的人，吴派穷三代之力，于我手中终成西河望舒两剑。这却是绝世的神兵利器。如今双剑还是死物，若能灌注生人灵气，则玄霄、素玉，你二人已被选为西河剑、望舒剑之素体，从今往后便要弟子担此重任，定会勤加修行，不辱使命。素玉，你似乎有话要说。弟子惶恐，若是望舒剑需要女子作为素体，如此重任为何不交给素瑶师姐呢？素玉玄霄，她是喜欢玄霄的。先不说素瑶资质并不及你，但是这双剑素体须得是生辰之中阴阳极盛之人。我于山下寻访多年，才发现了你与玄霄。原来如此，所以师父。不错，万里挑一，自然要费一番心。本来他们两个人肯定应该在一起，务必刻苦修行。长相也比较适合。三年之后，便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机会。弟子愚昧，若要做成剑柱，单凭你二人灵力与附近山妖界。不错，道印真人这位前辈确有惊天动地之才，他只是此界行迹隐去，本派须以双剑之力冲击而上，令其现形，将其往复。再往复妖界，请长老指教。同样要借助双剑之力。是。从今日起，你二人便每日去禁地修行，禁地之门需要。是。我知道啊，猎人，我晓得。是。性格未必合。是这样吗？我觉得性格应该还挺合适的吧，看看就知道了。素玉，你果然在此。玄霄师兄，你刚才唱的那是什么歌？这不是谈恋爱吗？师兄对音律也有兴趣？我不懂音律，只不过那歌中透着无尽怅然，令我略感好奇罢了。那首歌自然是很哀伤的。他娘好悲伤啊。遥遥临风，画的就很悲伤。绵绵长孤，悠悠我思，永与愿违。万劫无期，何时来飞。同门两年，我却不知素玉你也善诗词歌赋。素玉哪里会，这不过是源自书中的一个故事。哦，是怎样的故事竟会如此伤情？妖妹，道经有云，西方卫罗国须有一只灵凤，能化人形。会点吧，这样就能吹到风了。自曰配婴，对他剧情做得很好，十分恋爱这只凤凰。数年之后，王女忽而有胎，王觉得古怪，王女伤心不已。不久之后，诞下一名女婴。女婴落地能言，反而很得王的喜爱。那以后许多年，
王女一直郁郁寡欢。某日天降大雪，王女因为思忆灵凤，来到长云秋中唱起歌来。好在这个故事总算善始善终，也不负这对有情人了。莫非在素玉的心中？哪里，我不过是见这些凤凰花开得绚丽。他不是啊，他是人啊。平日若是练功累了，我就来这儿看看花，总觉得心中为何不能成。你不必过于顾忌与我修炼双剑之事，虽然眼下我的进境，你若是喜欢，日后我也可以陪你一同来赏花。真的吗，师兄？你愿意和我一起来看凤凰花？我还以为师兄除去练功之外，唯一喜爱的便是夜观星空。天悬星河，繁星灿烂，自然令人望之胸中开阔。不过此地风光秀丽，我也十分喜爱。搞不清是否正在谈恋爱，一言为定。玄霄，为何将给你送饭的弟子打成重伤？他们看了便让人觉得碍眼。你这样让我如何向同门交代？本派禁地之中养了一只会伤人的怪物吗？我是怪物？你说的没错，我如今人不人鬼不鬼的被囚在这里，自然比不上你做了掌门风光无限。玄霄，你早已被扬言噬心，神志不清了。可笑，换你被关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地方，你又会有多清醒？多说无益，星空只是浮云装帅罢了。三位长老请出来。你们，玄霄，你如今走火入魔，丧失清明，我只有与三位长老合力将你封入玄冰之中。什么？你们敢动手？诸位长老还等什么？莫非到此时还存有妇人之仁？素瑶，你莫要做得太绝。玄霄，琼华派数百年基业，有武国有国法，不可相违。长老，青阳长老，为何连你也？好可怜啊，玄霄，你算是个可怜之人。素瑶，你竟如此对我！师弟，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你不该恨我，要恨就恨云天青和素玉，若不是他们出逃，你又怎会落到这样的下场？一派胡言，放我出去！几位长老，你们也都看到了，如今师弟成狂，若是放他出去，必定酿成大祸。诸位须得谨守禁地的秘密，绝不能存有不必要的恻隐之心。怎么没有走素玉的剧情？他这个是跳着跳着来的，应该。
早矣。与妖界之争，伤亡惨重。门派中正值用人之际，长老何出此言？师弟，你的灵光早遇暂且由我保管，剑林之中，我也会不想。素瑶，我要杀了你！诸位长老，我们走。回来！你们放我出去！大哥，怎么没有云天青的剧情？这便是玄霄的梦，是他十九年来反复回忆起的往事。天啊，琼华派和妖界的大战，其实妖界已经，你是说被关起来的那个哥们吗？他是很厉害，他是最终 boss， 如今只剩两位，其余的早已战死。但我听大哥说妖界，说你娘很厉害。其实娘已经，灵莎，又是那种感觉，还好吗？要不要我用香？很冷。灵莎，这样呢？嗯，灵莎要死了。天河，你怎么？这是什么法术？有种暖暖的感觉。我也不知道，只要一想，身体自然就有气息涌出。这个是仙子。天河，在不周山时，这两道阴阳之气令你相当难受。有时有点难受，有时又很舒服。不过我发现，只要全身放松就好了，这两道气息都会随便乱跑。玄霄的神兵诀真的很厉害，现在野人手上又有了神兵利器，因为他也是制寒体质，看来会变成一代奇侠了，就跟天和他娘一样。那个剑，那个剑出来了，他就要死。我只觉得现在慢慢会越来越弱，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喂，你别太过分了啊！拿着后羿射日弓去练野猪，我却觉得。不单是宁冰诀一个人，天河能拿取常人无法触碰的至炎石，咋的了？糟了，吓我一跳！我的结界被打破了。怎么会？你娘不是说那个结界很厉害？娘，她十九年前虽然打败了太清真人，但是为求显圣，万民间又被双剑网住，灵力也正在不断流失。难道琼花派已经攻了进来？但愿不是，我们快些出去看看。好，那我们要去打打琼花派吗？禅优大人，你快走，去李焕民宫。禅优大人，无妨。他妈，他再如何神通，让灵体之相出现在焕民宫，也已是极限，不能再伤及你我分毫。你，便是妖界之主。这玄霄还挺帅的。禅优不必理会登堂入室、屠戮我族的无耻之人。妄动气息，便是寻死。以你自身为品，结界遭破，灵力反噬，你必已身受巨创。妖界之主，我曾渴望与你一战。当年在我看来遥不可追的太清，都被你轻取性命，
妖界之主是何等的强大风光，如今一见，妖也很帅，是的，失望，你不过是个废人罢了。原来当年是两败俱伤之局，你这个妖界之主装甲逞强倒是有模有样，把琼华派上下全部蒙骗。万灵盛衰乃是常理，无恒强，无恒弱。你今日体内烈阳与冰寒之气纵横交织，相距甚远，都可感到凶煞之气。人非人，怪非怪，在我看来，我此一生已无回头之路，竟被一个无能的掌门冰封。如今琼华已非昔日琼华，王五，妖界之主，我厌烦了这一切。他娘要死了吗？他会不会死啊？娘，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我没事。没有吧，素瑶也是最终的 boss 之一啊。灵力反噬而已，但是有人攻进来了，我派了龟邪去守入口，但我很担心。龟邪秒杀好像被。玄梦外围的法阵已经发动，能撑一时便试一试吧。娘，我也去外面，我去阻止那些人。梦离会不会死啊？这会儿我跟你一起去。我也是。离儿，你去吧。可以的话，我不愿你去涉险。可是娘，您别说了。少主，请让西仲陪您一起去。西仲要是没有脸上这个符文，就更帅了。不，你留下照顾你。万一，总之，让我先去。哦，继承了妖界主人 是吧？最讨厌写死女主的，这个人就要死一个呀。以为这些妖怪有多厉害呢？要说厉害，只有掌门和玄霄师叔才称得上。他们俩闭关修炼过后，所以说我们是养精蓄锐，这些妖怪却是在故弄玄虚。你们简直太过分了。哎，这儿怎么有人？难道是妖怪变的？慢着，连紫英师弟都在，他们是本派弟子。难道他们早就趁乱杀了进来，想要抢功？你们都滚，滚出幻冥界，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你说什么？居然这样对同门讲话，难道是脑子不清醒了？再往前一步，我就不客气了。岂有此理！这个配音可以了。可怜啊，少主，我为了保护我，当然吗？哎呦，这里好感人啊！你已经很勇敢。你们听到没？那妖怪叫那个女的少主。原来
那女的也是妖怪。不对啊，既然如此，师弟你好帅呀、莫非你是与妖孽须臾委蛇，想要伺机动手将之铲除？何必如此大费周章，我们师兄弟联手，妖孽根本不堪一击。对，先杀了妖女，再杀其他的。圆圆师叔，我们来帮你。师叔师兄，我等奉掌门之命也来此地除妖了。那是紫英师叔还有天河等人。诸位师侄来得甚好，这便死我们一头，荡尽妖孽。你们，紫英，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给那妖女一剑。华硕会死吗？哎，急死我也。不管他了，我们动手。紫英，师兄，请你们回去，离开幻冥界。什么？好啊，慕容紫英，今日这般古怪，可恶，我们饶不了你。你们别逼我，我不想对同门挥剑，但也不会退开。紫英，走开！你这叛徒！我们要为老掌门和十九年前死去的同门报仇。华硕，等等，你们别动手，不可以动手。那是紫英师叔。啊！不自拔，我疼！华硕要死了吗？先气死了。哇，怀硕，我不是故意的，是怀硕自己不好突然冲了出来。对对啊，他袒护叛徒，岂不就是袒护妖孽？闭嘴！你敢再说一遍？师叔，天河，不用争了。怀硕，好难过呀。还好，师叔你没事，不然玄机要把我骂死了。我总算也保护了师叔一回。怀硕，你先别说话，我马上给你疗伤。让我看看。这个伤。我知道的。你为什么要冲出来？师叔，我只是个无用之人。什么无用之人？不许你这么说。我是说真的。怀硕，你先别说了，歇息一下。不，让我说吧。太可怜了。以后再也没机会了。自从上山以后，我想下山，可是我不敢辜负师父的期望。胡说，你在同辈弟子中已经够好了。夏明崇知县没做吧？不知道呢。想不到你也会说谎骗人。
我死了以后，师叔竟把我的骨灰带回故乡，其实这样也好，你们不要怪罪其他人。来错是真的，只是对不起玄机，因为自从掌门出关，不少弟子受还说。玄机被谁杀了？门还没到那儿呢。你想做什么？都说了不是我们的错。你们打我骂人了，不可原谅。既然你们要打，我奉陪。我要用天方残光剑吗？等一下，我先看一下他们什么属性。雷，什么克雷来着？哎呀，这个技能好像没什么卵用啊，浪费了。没有下命令，也浪费技能了，没什么卵用，忘记了。啊，这么弱！就算把那些人打跑，走，我们一起把琼华派弟子赶出幻冥界。莫若子英，其实刚才有一瞬间真的很想杀了他们，但是我不想变得和他们一样。我没想到那么弱。子英，你什么也别说了，我们去出口找琼华派的人，找掌门。让气死了，我可能打不到，我想三点钟上锅炉。啊天啊，只有女弟子有药是吧，男弟子是钱是吧。哎呀忘了，哎呀别跳了，我家去。男的呀，应该没做吧。
我怎么一直被他吸往回吸啊？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要一直被他往回吸啊？什么鬼？不推！像个傻逼一样。明天再打吧，三点。好，下次再打。要往外跑是吧？我先打到外面，应该还要打一会儿吧。想，明天再打吧。下班了，下班了吧。下班了，晚安瑶瑶，晚安恋人，晚安九哥，晚安土地板，晚安三三。然后再带大家说个晚安我。我收拾完又四点了，我在打哈欠。曾错用狂野不羁定义浪漫。潇洒的摘星赏花邀月，自命不凡。拜拜。当下看是斑斓，回头望才察觉生命运转。灯火阑珊，流浪从自由慢慢变成孤单。明天见。看许多烟火璀璨。晚安，拜拜，关了哦。必然，渴望踏实感，期待萎靡靠岸，放下风帆。